王国成头戴着头套，开心的与医护人员唱着生日快乐歌，象征着30岁的重生，整个人看起来神采奕奕。而他原先的状况可不是这样。王国成在国中时发现罹患僵直性脊椎炎，6年前曾在台北开了2侧髋关节置换术及腰椎矫正术，虽然身形有所改善，但颈椎却逐年严重变形，已经无法抬头直视前方。去年初更因为吞咽困难及呼吸不顺危及生命。切一角掉，然后可以头能打起来，目睭就能看头前水平线。阿成去年11月进行第一阶段的颈椎1/2节切骨头颅骨牵引，2周后再进行第二阶段颈椎7节截骨矫正，手术难度跟危险性都很高，所幸最后都顺利完成。虽然这2个都会没被你掰完的，值得了。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。阿成开心抱着医生，还特别做了卡片答谢。他去年无意间看到有类似患者接受矫正手术成功的报道，特别从澎湖飞到嘉义治疗，为了省钱还夜宿医院对面的超商，想不到第一次没挂到，隔周再来一次才如愿看到门诊。阿成现在不但吞咽及呼吸恢复正常，积极复健后也能昂首直视前方，迎向崭新的第二人生。记者侯国文、李怡慧嘉义报道。